海盗穿越火线枪王军火库，在我们的节目中会给大家带来最专业的枪械评测和最实用的游戏技巧，助你直接晋升大神，成为枪王。那么赶紧进入这一期的节目中吧。本期节目给大家带来的是穿越火线首款幻彩武器 M4A1 千变万世。千变是为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武器收藏家特殊制作的 M4A1 千变，基本结构相同，但使用了特殊材质，可以切换皮肤。 M4A1 千变作为 CF 有史以来第六把英雄级 M4A1， 在外观上不仅吸收了其他英雄级 M4 的特点，而且还可以随意变换皮肤，也是首款可以进行三次连续特殊攻击的 M4A1。M4A1 千变具有可以更换皮肤的功能，在仓库中可以点击设置图标进入武器装饰界面，可以分别对握把、枪身、枪托和把手这四个部位进行颜色素材的设置，打造属于自己的独特武器。在游戏内按 K 或 NUM 零键可以展示自己的武器，当然不用害怕展示过程中遭遇敌人会有影响，只要进行攻击或者换弹，或者是特殊攻击，再或者切枪，都会中断展示武器的动画效果。 M4A1 千变是首款可以使用三次连续特殊攻击的 M4A1， 只要长按鼠标右键就可以进行三次连续的特殊攻击，在第一段或者第二段攻击时松开鼠标右键即可中断，在个人仓库中可以选择开启或者关闭该功能。武器属性测试对比是通过相同系列武器对比来更直观地了解 M4A1 千变属性差异，以此来说明强化后的武器在基础属性上的提升。本次测试我们把武器弹夹直接扫光后准心达到最大再进行恢复，这个过程的恢复速度进行对比以后，我们可以看到 M4A1 千变与 M4A1 雷神准心恢复速度无差异。我们使用 M4A1 雷神与 M4A1 千变持枪移动相同距离来对比，可以看到 M4A1 雷神与 M4A1 千变移动速度并无差异。我们使用 M4A1 雷神使用特殊攻击与 M4A1 千变做对比，我们可以看到 M4A1 千变比 M4A1 雷神的攻击次数多两次。 M4A1 雷神与 M4A1 千变换弹速度用时相同，均无差异。M4A1 雷神与 M4A1 千变的弹道和射速均没有太大差异，因为武器的外观不同，可能会给玩家带来不同的感觉，从而导致误以为是两把武器属性不同。 M4A1 雷神与 M4A1 千变第一时间枪托攻击距离均相同。 M4A1 千变的属性依然是贯彻英雄级武器的强悍数值，更换不一样的皮肤都有不一样的感觉。伤害测试将会通过 M4A1 千变在击中敌人各个部位造成伤害数值进行记录，并且会分有无 AC 下的不同伤害和子弹穿过地图障碍物后的威力。我们使用地图中的掩体来示范，以此来解析武器的穿透能力，而具体的数值的意义在于判别一枪的伤害能否爆头，或者需要连射多少枪才能一套带走敌人。下面请看具体数值。千变的伤害非常平稳，平均击杀一个敌人需要四发子弹，而且穿箱攻击敌人伤害不会缩减，也就是100%穿箱伤害。强悍的穿透能力可以有效压制 AK 系列武器。 M4 本就是一把综合性能非常平均的武器，英雄级 M4 更是获得了极大的提升，让这把武器的容错率相当高，也就是俗称的稳。大神使用 M4 都是注重使用方式和时机的，比如说远距离对敌我们使用点射，中距离对敌可以短连发，近距离则是扫射。当然时机的把握不只是对于弹道，在对抗大部分敌人时可以进行穿透攻击，因为 M4A1 千变的100%穿透伤害是非常强悍的，大部分武器都无法在穿透方面与之抗衡。这些技巧也说明了一个高手不仅要有娴熟的枪法，还要有灵敏的思维。 M4A1 千变的属性非常好，射速快，伤害稳定，弹道稳定，而且有消音器，所以隐蔽性也不错。在远距离攻击敌人，敌人很难从声音上判断你的位置，而且也不会惊动周围隐藏的敌人。同样因为有战术消声器，能让你在幽灵模式中大幅度减少对呼吸判断的干扰，
而且特殊三连击能防止患难时被潜伏者抓到机会，从而让潜伏者头皮发麻。团队竞技的节奏非常快， M4A1 千变的属性非常稳定，可以让你有效的连续击杀。英雄级武器通常换弹速度都非常快， M4A1 千变也不例外，超快的换弹速度可以让你有效的缩短真空期，从而拥有更多的时间抢夺 ACE。 M4A1 千变总体评分：实用性10分，外观10分，应用性10分，综合10分。 M4A1 千变是穿越火线首款幻彩武器，本身外观十分酷炫，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自定义更换皮肤，不同的皮肤搭配都有不同的视觉体验。独有的武器展示动作和三次连续特殊攻击，让 M4A1 千变显得更加独一无二了。本期穿越火线枪王军火库为您带来的英雄级武器 M4A1 千变的全方位测评就到这里，以后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武器的全方位讲解。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